2012台湾灯会在彰化鹿港登场，东京迪士尼采集活动还有气势磅礴的主灯秀，吸引了100万人次前往欣赏。台中大甲镇蓝宫依照传统，在元宵节这天由董事长严清标把杯请示神明，最后决定今年妈祖的起驾时间在农历三月初三晚间11点。元宵节过后，南投紫南宫免费请信徒吃丁酒，为了应应众多的信徒，庙方和信众准备超过12000公斤的鸡肉，煮了10万公斤的丁酒，希望大家吃了天丁又发财。